7月6日，有网友在照片台上晒出了一组赵琳和张碧晨的路透照片，两人罕见同框。张碧晨身穿白衣白裤，身材纤细修长，而赵琳穿着一件红毛衣，似乎很怕冷的样子。闺蜜相聚，心情自然大好，两人热聊不断，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。赵琳还满面笑容地帮张碧晨整理妆容，而张碧晨则乖乖地不动，任由赵琳摆弄。两人动作非常亲密。据了解，赵琳和张碧晨因为一起演唱了《楚乔传》主题曲《忘》，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成为了好闺蜜。据悉，赵琳还参加了张碧晨的演唱会，并且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看演唱会。赵琳还为张碧晨打了一瓶酒庆祝，两人在后台亲密的合照，搂着亲吻，关系很亲密。据了解，去年赵琳也参加了中餐厅的录制，其出色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如今再次作为飞行嘉宾回归，还疑似要和姐妹张碧晨一起录制节目，也确实让人有些期待。赵琳和张碧晨是优秀的文艺工作者，希望他们的友谊长存，能在节目中尽情享受，也期待节目早日播出。